咱即马是咪把花款款来紧走？阿爹，家良，听讲阮阿爹的玉袋互人抢走，啊，谁做安尼呢？啊，阮阿爹即马人是毋是伫做地啊？家兴，你阿爹即马无咧做地，按我保证，你阿爹马上就会转来做地。啊，你讲这句话是甚物意思？阮阿爹无伫做地，啊，伊即马人呢？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他拄仔迄棍是你替你阿爹赎罪，算你较衰。想叫你阿爹啊？你想怎办啊？到底谁啊？你赶快跟我承受！阿哥，把这位贵宾请入去，咱这群人是生是死，全靠伊啦。放手！放手！别拦！你赶快跟我承受啊！大人，米兰，你讲我听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家良的家后。听清楚，阿伯米兰这个名，不是你应叫的。我，少爷，停！米兰，你稍等下，随去外口放风声。你讲洪家兴即马在咱的手头，这个洪经营若是主事正常无出现，伊就准备替伊爹收尸。讲一个好做烦恼呢。哎呦，无去传一寡物件是要安怎做地啦？哎呀，要传啥物件，甲我讲就好啊，那就遐忝啦。是啊，阿爹，若是要开始做地吼，你都要无眠无日呢。你即摆先去休困一下啦，爱准备啥物物件吼，阮来传就好啊，吼。哎呀，无啦，文玲，你敢知要传啥物物件？啊，那唔知，唔就是做地室内面遐物件。啊，他这茶你都已经准备好啊！今嘛吼，都欠一个台啊，头好来晾茶；啊，搁欠一个鼎，头好炒茶。上主要的吼，搁欠一个得人啊，头好烘茶啊，对不？文玲啊，你真正这么自信，这么有把握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把我看到、想到讲出来啊。嗯，安尼都真好啊。文玲啊，做茶上界主要都是爱用心，真少看，真少想。阿爹相信，将来你一定会变作一个上好的做茶师傅。阿丽师傅，其他物件全交恁去传啦，哈。没问题。青龙爷，我需要你甲我斗三工哦。好，麻烦你先去外口买一个鼎，啊，我来破茶啊。破茶我来做啦，你去买鼎。青龙爷，青龙爷，啊，我那几个青龙还是几多呀？因出去办一挂代志。哦。青龙爷，我头拄啊顺登去红家，拄到迄颗米兰呢。伊叫叫我把这张批交你。我想吼，一定是这颗红啊家良变无认啊。这叫伊个查某人啊，写批来甲你回信你啦！哎呦，这款人哦，真正是无路用啦！是安怎啦？哎，这个人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得讲。不会啊，我要处理办一寡代志。你甲文玲讲，叫伊回来，免等我，开始做地。哎，青家老爷，啊是要办什么代志啊？卖讲问啊啦。你会记得交代文玲，叫伊做地免等我，无论安怎，一定爱第一时间来，把地做好。地做好，啊是讲，哎，青家老爷，啊，今日是去有鬼拍着是哦，什么代志需要这尔着急啦？
王家良，王家良，出来，过来啊！王家良，家乡人呢？老翁老，气魄阁袂歹，闲话话免讲，把家乡放出来。有影啦，嘛是爱予恁爸囝见面的时阵啦。人说出来。孟秋，走，孟秋。家乡，阿爹，阿爹。阿多这句是报予你头唱无，搞不过这里歹看。哼，我若无头唱无。我无可能活到今仔日。阿姐，我唔知影你头创无正钱，我就先放你走啊呢。我对你这大方，这哩吞忍你，结果你用这种小人步数来对付我，那是你的报应。报应，唔是在我的身上，是在恁囝的身上。阿公。阿舅，加油！我阿爹自细汉甲你抚养大汉，你袂安尼对待伊啊！有影啦，咱做人就要敬老尊贤。阿哥，阿加油！你到底想要安怎？真简单，甲你做滴避风团好啊！安那无？准备送你后死上山头！阿爹，你别杀我，你别受伊危险啊！阿爹，阿爹，恁爸个性命在我手头。佮起脚动手，阿哥，免活面子。好啊！我答应，我答应，甲你做第一功夫。阿爹啊，阿爹，你莫杀我，你莫介意阿爹。嘉兴，阿哥啊，嘉兴拖你去。阿爹。阿爹，阿爹，你别介意。阿爹，阿爹，你别打我。闭嘴。家良，你莫安尼对待老大人，紧甲阿姐扶起来。米兰，小白无落屁股，你会得报应。就算阮会受报应，你嘛无一定看会到啊。伊也是乖乖，甲做滴避风交予家良，这才是上要紧的代志。阿姐，请。嘉欣，阿姐，阿那有事事吼，我为着避免李清明阿是阿玫瑰来这了乱，我特别替你找这个安静的所在，予你做地。阿那，替你世上了有周转吼。老地藏的地号替你传好啊，是不是已经开始啊？物件唔知准备了安怎，看起来我是无可能赶得去啊！即马只有靠伊家己啊啦。
辉，阿弟阿姨那个当阿袂回来啊？你到底是安怎甲你讲的啊？阿姊啊，我都甲你讲过几啊遍啊，阿姨都真正咧雄雄公公走出去，讲要办代志，啥拢无讲啊。我办代志，即摆三更半暝，嘛应该回来啊。迄阵我甲美兰少爷拍交伊时阵，伊面就做歹看咧。啊，无得讲，真正发生代志啊！我哩，还是照伊的吩咐，紧开始做地啦。而且老爷功夫袂歹，我相信伊绝对有法度保护伊家己。我也是安尼讲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你是安怎？脚是搁咧疼吼？无啦，无啦。哎，我给你换药好不？免啦，紧开始做地。是讲真龙兄，应该休困的时阵哦，真正爱休困啦。啊！想啥？我抓到啊啦！抓到，啊，有办出来就好啊。哎，阿姊啊，啊，即摆青龙兄受伤，你着要替伊换药啊。啊，我抓到，你叫我家己办。哇！啊，这么大细人差这么多哦。你是在学白讲啥？我学白讲啥是无重要啦，是讲你讲的吼，青龙兄若听会入去。感受会到，安尼较重要啦。你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外口看你阿爹有回来无啦吼。青龙兄，有非黑白讲话，你莫猜伊啦。伊跟我讲啥？无啦，伊无讲啥啦。文玲啊，不过你是休困一下，等下就紧开始做题。唔免啦，我是咧烦恼阿爹，都要开始做题啊，阿伊无伫咧是变安怎？那真正安尼，就只有靠你啊。我变太闲个啦，我做题功夫甲阿爹比起来，佫差足济呢。文玲，莫想遐济，既然老爷佮放出交予你。就表示伊对你有信心。啊，不过到这个地步，搁烦恼嘛无路用啦。即摆敢若会当靠咱家己，是不是会当挽回老爷名声？是不是会当好家良歹看？就靠你啊！老爷，您得。老爷，这泡茶好饮无？普通啊。我真正是想无呢。现在恁这好野人，拢这尔爱啉茶，啊人大家拢在讲吼，这玉茶装袂玉茶，偌好拄偌好啦。到咱拢嘛知影，真正的玉茶只有皇上才啉会到，切哦，根本就是第一名嘛。咱所买到只是普通的茶啊。你讲的是无唔对，这是做生意人的手腕，名声那是愈响的，搁较贵的物件嘛是有人买啊。照老爷安尼讲起来，玉茶庄的人咧趁钱，唔着足好趁的。是讲老爷你遮尔辛苦咧替因出力，啊因拢咧食肉，你煞咧啉汤，安尼哪会对咧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食肉生？但我只是一个。李伟清老小心回来的人，做生意的代志，我要哪样插手啦？免惊，我叫你讲，你就讲。假使我那是老爷，我一定控制茶的出路。就算是红茶要出茶，
伊嘛爱乖乖听话的，也那无，就算是一点点仔的地油啊，伊嘛免想要离开猪笼。想袂到恁哪敢先做水啊？对生理的看法准够强。你也袂去青楼的时阵，捌做过生理吼？老爷，你是约了无唔对。其实，阮家本来嘛是咧做生理的，我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阮娘要安怎谈？什么原料会用谈？我拢足清楚的。是因为后来我嫁唔着人，又搁去拄着一个歹大家，我唔才有今仔日这种下场。要哪呢？我甲你小心出就无唔着嘛。老爷的意思是，即马才是健康的。那你尽情替我小心，唔就是好野人，好算计。开始时也是好算计，连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才发觉讲，你嘛是做水，有智慧，够是你头壳。我决定要甲你留在身躯边，从今以后，你需要什么你就讲，我拢会用得服你。也毋过干一件代志，我袂用得答应你，都是我袂用得服你冥婚。但我只是一个青楼出身的人，我哪有什么资格来甲你要求冥婚？不过，拄只老爷爸讲过，我若想要爱啥，都有啥，这敢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咯。那呢，我要订一项物件。丹尼啊，丹尼啊，紧出来，紧的啊！是甚物代志？话甲大细声啦！等下小老板要来。小老板要来？嘿，啊，话要来就来啊！我唔知啊，反正伊即马是家里的靠山，等伊来时阵，好好甲巴结一下都无唔对啊！我都爱你讲，讲要熟识小老板，嘛是我的主意啊。这是讲有一件代志啊，我一直想袂。是安怎，小老板甲老伙仔冤仇这么深？啊，只要是老伙仔代志，伊绝对挺你到底。我若讲甲你办吼，你嘴手就好拍干啦。我甲你肯定，我相信小老板就是咱的贵人。啊，不过我即马烦恼的是明月，足奇怪，无代无志，伊哪会走去小老板的身边啊？算起来，这嘛是真机缘。阿姨，嘴哪会开到遐开？是袂灵的我也是。啊，你是我自细汉给你看大汉的，我哪会袂灵呢？明月，过去的代志啊，拢是误会。亲像你巴掌这么宽的人，绝对袂甲阮计较，对无？明月。啊，小老板呢？伊哪无来啊？阮老爷讲哦，后摆甲恁合作做生意的代志，都拢交予我来处理。玉蝶，恁翁家即马阁不止啊请爷嘛吼？我会记得顶一遍。我入来这个大厅的时阵，是去予恁唬出来。唔知影今麦我入来，恁是毋是用同款的手段来对付我？
无啦无啦，拄则我都讲过，顶回拢是误会，误会。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恁坐恁坐。免话啦，啊！你搁为着顶边的代志，你怨恨我？我要来去怨恨阿姨咧。其实我真多谢你哦。假使若是迄一天，你无把我捕捉到这尔啊清惨，我要哪会知影讲做人爱会晓看目色？上重要是爱看悬无看低。当我即摆会当有这种地位，拢嘛是去予阿姨刺激来。你讲，我是毋应该好好甲你说多些？我无甲你教啥，哪会无？迄一天，就伫外口迄个店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也是拢甲你记牢牢。尤其是你甲我说的迄个嘴皮，我一世人拢无可能会袂记。我真正已经走投无路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爱我原谅是无？会用你啊？你那尔爱无情，该砍三个头！我唔爱原谅你，我搁会留你倒遮大，予你食好穿好，一世人甲你奉待甲好好的。好，我即摆就来去。啊，不过，阮阿娘伊待伫迄度，我唔知影，你敢会用甲我讲？连恁阿娘的问题都你都唔知，还阁叫我原谅你？我煞袂记甲你讲啦，阮阿娘的梦我已经找到，而且哦，我阁甲整理甲足好势，比你这个做姊妹啊对待伊阁较好。我知影我唔对啊啦。嘿啦嘿啦，啊，即马小阿伴甲阮家庭合作，只要咱好好做，对大家拢有好处。也毋过，我一礼拜到这，我就感觉我的面烧烧，袂输拄只只去红神过。但安尼是要安怎合作啦？我徛在这哦，我就感觉面愈来愈痛。我看，我还是倒来找阮老爷讲啦，这個、生意卖合作啦。哎，冰环，冰环，冰环，我知影唔对，我甲你回一个实的啦。阿姨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的面愈来愈痛呢。我甲你回实的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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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甲你回实的啦。好啊啦。阿姨，我的面吼袂疼啦。明月，唔知影你今仔日来有啥物贵事？啊，着阮老爷讲吼，唔知恁即卖地米做了啥款啊？啊，唔通伊好心甲恁做担保？到时恁若有啥物事甲插，恁一家伙也无命无大气，唔通去拖累着阮老爷。哦，这你放心，这已经在进行啊。啊，搁有啦，阮老爷讲吼，也毋知恁的茶米做了啥款的，伊讲吼，爱我今仔日摕淡薄仔转去互伊试啉看卖。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这茶嘛，爱偌济？试啉啦，不免偌济啦。啊，无一千斤就好。哇，哎，试啉一下茶，都要一千斤哦。那即嘛是安怎？我讲的无准算是，刚刚就要阮老爷亲身来甲你讲，你才肯把茶摕出来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是这意思是啥物意思？好，我即嘛就转来甲阮老爷讲。他说阮老爷若是啥物无欢喜，伫个轻车待林的耳旁边。讲什么无好听的话，我都唔知啦。哎，冰块，冰块，冰块，无问题，一千斤的茶嘛，你放心，我随派人给你送过。
好，我等。真正是啊，抓鱼抓好，唔通去抓着赤子。咱哪会这衰啊？去抓着命活啊！我千算万算，都想袂到这四十外岁啊，会徛起来头壳顶啦。但即摆抓着伊啊，后壁代志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是要安怎？家底送过啊。嘿，这千金嘞，这是偌济本钱，你知影无？你也唔想看卖？是生命较重要，还是运命较重要？而且搁再讲，咱这边了，会当讲为别位赚到转来啊！这回啊，有好老爷替咱出面讲话，咱的弟兄啊，才会当甲伊做伙卖。所以讲，咱的介绍介关足几啊杯啦。对啊，介绍几啊杯嘞哦。是啊，是啊。快点，快点，那好了，等啊！走！我冲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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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把枪收走！安贵妃，您惊呼大大。拳头白里，剑甲手剑。阿妹妹，你唔通鼓笑鼻无尾，你唔是共款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阿伯，你看，阿玫瑰，这些人拢是政敌敌人，平常是安分守己咧过日子，现在阿玫瑰要将伊杀死，我靠你团，阿玫瑰是一个心肝软弱、手段残忍的土匪，今日看起来一点仔都无。只要是红玫瑰真正要对付的人，最后拢会家破人亡。伊若真是对红家点油做记号，我看洪金明性命都危险。你讲啥？洪金明无伫咧？是啊，伊看到美兰老的皮就走出去啊，可有即摆拢无消息。美兰，敢知皮内面是啥啥？我嘛是安尼问温飞，啊，不过伊拢唔知影。啊，我就真正唔知影啊。美兰无代志，袂想要回，一定是王家良。即摆人也唔知安怎，我真惊啊！这王家良用啥物诡计对付伊？那恁是要安怎？金明啊，我看咱做伙看卖。妹妹，你留点食。啊，你照恁阿爹交代，继续做地。我甲金彪来去红家看卖。阿伯，你还较细腻哦。嗯。有着啊，啊，你爱传了一千斤的地，啊，即摆传了安怎？哼。本来想要做一个无本的生意，用抢的，谁知影，搁拄到迄个红玫瑰，结果地球无抢着，搁死几啊个兄弟啊！哎，安尼是要安怎好？安怎才好？人衰啊，只好把咱仓库的地球摕出来用啊！啊，到即马迄个命运，咱也得罪袂起啊，对无？真死命啊！是。好啊好啊，即马卖讲遮个，遮个小以后再来斗斗算。跟上班的去啊！
大刘啊，吃饭啦。家了，退休哈，进来吃。老伟啊，吃饭啦，饭吃吃的，拜托你卡手较慢好无？这种饭，垃圾人烹来的，我不爱吃，一定是垃圾饭、垃圾菜，我不爱吃。死老狗，你讲啥？你上好爱吃啦，小心爷爷要死啦！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死？我还要老店才要看你的报应呢。你要看我的报应？哎呦，你唔通唔知影了？你即马呢，这是报应啦！唔通唔知影讲家己为什么有这个下场？哼，迄就是你啦！什么拢乱条条，什么都无信任人，搁这么阿爸爸。我都唔相信，我袂用看到讲，对你的手中所有一切，一点一滴都无了了啦。要等啊！我予你荣华富贵，你竟然勾结这精神来对付我，嘿，要看你到最后，你到底是会当得到什么啦？那这你得放心啦，人有定吼。唔，那是疼我，佮对我偌好嘞哦。啊，佮有嘉良，人伊嘛佮我真友好嘞。你敢知我即马手头所有余量，哎呦，比第二个时阵加几落百倍哦。我再袂参像嘉兴伊那尔共款，对着你的身躯边做牛做马，哈，做到流汗，佮予你咸到流烂，上尾哦，佮真可怜哦，予你安尼活活怕死哦。伊唔是我拍死的啦，不是以上。我咪挑工的啦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挑工的？哎呀，我是唔知影啦，我刚才讲嘉兴伊那尔吼，是刺着你的手头啦。那唔是甲你同款的土客兄，我哪有可能对动手？安怎？我土客呀，又搁安怎？哼，卡输你也对我好。你若惜我，你若疼我，我敢会安尼做？我警告你，你唔通就是你是以前的翁经营，有钱有势，假使你若搁拍我骂我，我就叫人甲你搞死！好啊，即马咱就看什么人先死。你想要创啥？我警告你哦，伊即马不是你的某。你无资格拍！阿古阿金，你来我拜托一下我，你家己小看下，这地哦，今麦搁饲饲呢，爱到当时才变玉地哈。干了！卖我讲啊，拢出去！老魏啊，做地。清明做地的所在，咱四个拢找无人，应该是伫内面。洪清明，哪呢？奇怪，洪家良不是今日要做玉帝，想说内底物件拢帮我看看。这个所在平常时一定有人在搞，即马无人搞无大劲，物件搁搬了了，我看一定是出问题啊。
还是因煞别位去做地啊？翁老爷嘞，敢会较因走定？我都唔知啊。什么？金彪，你是在叫什么人叫安尼急啊？我咧叫王文贵。阿文贵，人咧？票会走去啊？咱就卖管阿文贵的代志，先找洪金明较要紧。好，金龙应该知影伊个啦，不然先来去找金龙。嗯。青龙兄，想怎啊？工作在疼。紧坐嘞啦，一定是你做地受疼嘛。我来替药啊，你换，若无工作发红都唔好啊。青龙，你想哪？那面色歹看。不要紧。拢是我唔好啦。伊的伤都还袂好，我煞袂记的，搁回到三工做地。无代志啦，你休息一下就好啊。来啦，我帮你换药啊。文玲，你那点人嘞，敢有转来？无啊，我嘛是做着急的，而且即摆已经开始做地啊，伊煞到今还袂转来。伊今日做地啊？金彪。咱摇看呗。好。阿弟哥。无怪你会疼，可你老火啦，一定做疼的吼。我拄只听到有人伫咧吐大气，我俩准讲是鬼影。你真是爱伊爱到出深的，爱到常常安尼无代无志，都会去想着伊。Thank you.
原来做得就安尼，就一直存，一直存啊。这叫浪地啦！因讲安尼个地人起来，人有精神，地炒出来才会香啊。哦，但你当时我要做地啊，其实我嘛袂晓啦。无论叫我安怎做，我对伊做就对啊。金明，我拄则感觉可以有来过。就是嘞。